好，双方继续比赛。这球平田点镜已经提前有预判，郭振东还没有出球，他已经起跳等着了。你看他已经看出来郭振东要推直线，还落后三分，现在柴彪发球，平田点镜接发球，平田点镜呢在往前确实很快，他举拍很早，过他的往前是要小心一点。是一个半场的蓝调，这对日本选手的特点也是速度比较快，能够在风格和马蒂斯亨德拉相似的情况下战胜对方，战胜这对奥运冠军，那是不容忽视。突然发个后场又比较成功，比分拉开比较多，15-9，日本队这一段又连得三分。